陈嘉华不负众望，拿下乘风2023的总冠军，率领其他十位姐姐顺利成团，也是继王心凌之后第二位在节目里以 C 位出道的台湾女星。强大的舞台魅力和坚强唱功都让大家觉得她是实至名归。22日 ，ella 也在社群发出自己的毕业感言，她回忆起在乘风的这111天，经历了好多好多，身体很辛苦，但心里很富足。她感谢每位粉丝的支持，感谢幕后的每位工作人员，也感谢每个决定来乘风的姐姐。看着大家在面对挑战时的坚持和执着，她感性说：“每一个人的精神都鼓舞着我，你们有在认真努力，一定就是冠军。”最后 ，ella 也不忘喊出最有团魂的那句：“大家好，我是 SHE 的 ella 陈嘉华。”同时兴奋地说：“我毕业啦！”发自肺腑的感言让不少粉丝看了都要喷泪，纷纷留言自介真的有够好哭，崇拜你惊人的毅力，为你骄傲。身为 SHE 的粉丝，真的觉得好荣幸啊！我要在这边再一次的跟大家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 SHE 的 ella 陈嘉桦。